家好，我是 Steven。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， 这边是 Steven 数位社群行销解惑室。在这边呢，我将会容纳我在行销生涯里面总共教了400堂课、8000个学员的经验，跟操作破千个专案，里面有一些精华，不管是学员或者是客户遇到的疑难杂症的问题，我这边都会一一的。第一点是原理啦，工具有很多，但是传播原理、还有行销原理、还有网络操作效益背后的原理，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。原理你要先知道、先掌握。那原理去哪里找呢？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学校嘛。那太新的网络行销学校没有教，你就要业界里面去跟你的前辈请益，不管是成功失败的教训跟原因，他会跟你讲这个原理。然后听完之后、消化完之后，你再从实战去做回馈。所以呢，原理了解完之后，平台是不是都要很完整的会呢？人很难全知全能啊，但是主流平台的一定要会，全球里面的主流平台，脸书、 Google 这些你要会，那台湾的 LINE 你要会， IG 也要会，先抓几个主要的为主，再来就要分说你想要做的层面是什么。因为毕竟网络营销行业里面有不同的层面嘛，可能是你专做数据投放，专做内容操作，专做的是活动性质或拍片，或者是做直播等等不同面向，那你再选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些，再来实做。谢谢。如果有任何想要询问的地方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处来留下你的问题哦。这样的内容都非常宝贵哦，欢迎大家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